们要走了啦，他不管这个。旁边是总统府，你要犯案是不是？不是的，那到我的车子干嘛？旁边是总统府，你要犯案是不是？啊，我要犯案。这边叫警察局，你要犯案是不是？你是哪位啊？嘿，兄弟，你先把你的是是你没戴口罩吧你？我没戴口罩，我在车里面一个人，我需要戴口罩吗？你刚下来没戴口罩啊？我刚刚下来没戴口罩，我都入道了，兄弟。我还买进来，卖进来。去检举，你去检举。好了，卖抓那端你动我的车子，你有没有录到你？你有没有动我车子？没有，我没有动我。没有动，没有，对。没有，我拍前面车牌而已，前面车牌没遮到。你的前面车牌没遮到，听不懂啊？哦。哎，兄弟，违规还大声呢，旁边叫警察局呢。我们要走了啦。旁边是总统府，你要犯案是不是？不是的，你动我的车子，你有没有遇到你？你有没有动我车子？没有，我没有动我。没有，对。没有，我拍。哦。哎，兄弟，违规还大声呢，旁边叫警察局呢。